锅盖掀起，炖煮中的苦瓜已有了紫苏梅香气，还有糖醋紫色高丽菜也很下饭。这种蔬菜是比较硬口，所以切的时候就是不能太粗。如果说遇到老菩萨，他们还是可以吃得进去。这样哦，那这拢会吃吧，吹个橄榄给人呐。 便当、蛙粿、多元菜色，是为了要在东港迎王平安祭推素。迎王祭是屏东东港重要的传统祭典，人潮涌入东港小镇，也是推素好时机。假寿星哈，爱大帝王爷好子弟哦。迎王当中，我们大家来如数。 那借着这个机会，也对王爷的一个尊重，那也对我们自己祈福了。就现在的知识比较多，锦回当中啊。妈妈祝你身体健康。民众纷纷响应殊时，透过信仰凝聚众人的正面力量。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蔡黎旭、周怡莹、周雅琪，屏东报道。